那看到这有这民众违规无挂水，俺想要检举，千万唔通去卡动手。这是台南一个妇人看到讲有人啊，但本身是真无挂水，俺靠劝无效，准啊含对方冤家，有那甲对方压制伫路边。啊，不过因为这手段伤过激烈，啊，牵涉到这强制罪，这高雄有那有民众讲去倒本身无挂水，俺即马已经予人检举300多件。敢是画面顶端，民众摕垃圾到路口，就凊彩等伫涂骹。疫情期间，高雄加强稽查，倒垃圾无挂嘴安，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发327件。进行了超过13000点以上的垃圾集运点的这个稽查，那总共呢，告发了327件未戴口罩丢垃圾的一个案件。无想要等垃圾车出门，阁无挂嘴安，来到常常放乱倒垃圾的所在，16号透早就垃圾等伫路边。洪山北门里这个街仔口，敢是去较前大约10天，就已经抓到10件乱弹垃圾，其中都有5个人无挂嘴安，护理长甲居民拢真无奈。里长呢叫了，他不听就是不听。他们的垃圾袋到底有没有沾染到病毒，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哎。然后他们丢在那里，变成是附近的里民哦，他们还要用手帮他们拿垃圾袋去丢垃圾车。疫情严重，民众的警觉提升，检举无挂嘴安的状况嘛真多。但台南煞有妇人热心过头，看到民众等垃圾煞无挂嘴安，搁劝唔听了后，竟然抓对方的手，搁把对方压伫花圃边。但安尼行为恐惊已经违法，属于违反行政法的一个行为，并不是犯罪人的要件。那任何人如果实施强制力逮捕的话，恐怕是会有涉犯刑法强制罪的疑虑。无挂嘴安的男性虽然被警方移车卫生局开罚，但热心的妇人嘛，被伊现行犯抓起来。男性准备对伊提出告诉，律师嘛提醒民众，热心虽然真好，但伤过头恐惊害着家己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准、温正雄，高雄台南报道。